我每年拿到钱就想办法钱还债，一直还清。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用钱买自己的生活。你爸已经用了15年的时间在还钱。然后非常是，那请问两个家乡是都是什么？河啊，这边怎么跟九份一样挤啊？那个熊家地也变成 beer， 哎，九份到了，你往一走下往下去看，真的像九份。这个人潮尤其像九份。京都那个，你说要去八坂神社那个？去哪里？去清水寺那个吗？应该这里是九份满街啊。Stand on the wall， 很像吗？We should be good, but we keep lighting fires. The words you be, 'cause we're scared of the silence. We should be good, but we keep lighting fires, fires around ourselves. We should be good, but we keep lighting fires. The words you be, 'cause we're scared of the silence. We should be good, but we keep lighting fires. Awesome. 好，那好，之后我在家里要试，我可以给你，在外面不行。真的吗？大伯菜。好啊，多的，蛮多来的，没差吧？好，我觉得蛮有道理的，看起来还不错。对，但是这个应该是兔唇，真假的？对，因为这台看起来很好吃，兔唇，好，就这家的。大伯菜是怎么样？每家应该都不一样。给他小费吗？要，有，好，那我再问他。你对加拿大的印象？来之前就很像美国，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来之后的感受呢？这根本不是跟美国没有半点关系。Shouldn't be coming back, but somehow we connect. Acting drunk even though we're sober. We should be good, but we keep lighting fires. The words you be, 'cause we're scared of the silence. We should be good, but we keep lighting fires, fires around ourselves. We should be good.哎，到了，到了，我就说我们刚刚有经过。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好，先跟你讲餐具。在盘子上面那一个刀子是叫做面包，或者是奶油。怎么样？这是我们在这边的小。啊？这是我们在这边的小。你的东西会在你右手边，这边拿起。不。大声。Good evening. Where are you? Good, good. Would you like some cocktail for the start or?Do you know what is any recommendation for the two kids? And we will go some wine. Our best seller is the filet mignon. Filet mignon? It's a beef, right? It's beef filet mignon, yes. I would recommend you to try 4 different plates, maybe? Yes, so, yes, yes. Ah, cheers. Cheers. 是碰杯，对，是英文那碰杯，但是高兴爽。这个不能借你喝，这是酒。是我要闻闻看。闻一下就好了。哦，就是酒，但在中文是干杯。中文只有干杯而已。中文就是
喝到饱。对，好喜欢。如果这样吃，我看我大概吃多少钱？我预计大概500块美金，15000，对不对？对啊。我吃过最贵的一餐是21000。在台湾吃，一个人吗？一个人，那一人21000是？一人两万一，一人21000不是四人，一人21000。那吃什么？他就是五，我没菜单的那种。对，他会先帮我们打开说行程。行程，我说行程。你讲一下，你行之前都是一个智障，所以你不就？那放在你盘子里面，一样吗？一样吗？好，谢谢。No, we don't. We eat everything pretty much. Hey,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It's a secret. What's that? That's a camera. Yes, that is a camera. You will be somewhere in the YouTube, just so you know. Yeah. Yeah. You'll be very famous. Sorry, I'm already there.Yes. Thank you. 他点火了。布丁，看爸爸刮你了，夹子之后再拿这个把它挖出来。Whatever. Yeah. 左右两边，像这样子。Oops. There you go. 很烫是。很好。刚才有讲说I saw it 社群老弟弟放在哪里小家就跟他要哦哇好 here we go OK 你们家怎样喷火？哦，为什么每次我不在地方，然后就有东西，然后我在地方就没有？没关系啊，你可以看那里，先看一遍。你想吃什么就点，好不好？钱虽然是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解决。钱在赚就有，但是食物跟聚在一起的时间是比钱有限的。Yep， 喷火。Here we go。哦。It was yesterday, my man. 你要办一个吗？我有了，我试过，不用了。我有点肚子。为什么整个挡住？蛋白了。还记得吗？你们做东西在右手边哦。You like some sauce on your rice? Yeah. Yes. Okay. Take care. Plate is ready. Okay. Yes.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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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爸。你这个虾子看起来很棒哦，刚刚起大火了，切起来变得好美哦，好漂亮。我的就不会给掰了，然后爸爸就不给掰了。你第一次吃到这么软的虾子。对。要它真的很嫩。嗯。很嫩。嗯。很好咬。没有吃到那个什么。嗯。那个脚。嗯。到现在目前为止，你们觉得感觉？很棒吗？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可以啊，可以的。你要不要吃这个鸭肉？好啊。很重的那个橘子柳橙的味道，对。然后插起来之后，看他拍大口，他把它切一半。进步很大，孩子。橘子真的可以放下三句，然后吃饭。你平常就会放下三句。对啊。可是现在的话就没得这么，就是没得这么的坏。放下三句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你放三句太多。因为鸭肉不知道先做过什么事情，一碰就是这样子，也不一定要切。台湾的，所以怎么样？有点头晕。好吃吗？好吃。你站起来走一走，尿尿吗？去尿尿。对。厕所在楼上。楼上。你要上很久吗？应该会。那我先下去好了。好。拜拜。你好。拜拜拜拜啊，好重哦！你把门关起来好了，等一下有人进来看到你这样大便很怪。拜拜。好，拜拜。Bro, why you eating? Why you eat so much? 他同学觉得我们永远都在吃饭。对啊，他说 ，Bro, you're such a pig. You eat so much. 什么的 ，Bro。
でもイタリー、イタリーもイタリー、もイタリー、もイタリー、もイタリー。我们刚刚两个讨论到一个很奇怪的话题 ，YMTA 有简写吗？那是简写，对不对？对。那然后我们就讨论到那 FUCK 的简写，我们两个跟讨论出了一个很烂 ，For us can kill。For urgency communication, kidney. For urgency communication, kitchen. 你有发觉到你吃东西有点快吗？有啊。我是觉得我吃东西，你吃东西节奏是好的。假如说一拍是一汤匙，你一拍就半汤匙而已，甚至有时候一拍零汤匙，你是一拍八汤匙。一拍八汤匙，一拍八汤匙。是你的叉子，你的不是你的刀，你的汤匙。对啊，这是什么？冰淇淋，冰淇淋。让我 berry 的打来，好吃耶！我吃这个时候突然有点精神。吃那个酸的，一吃精神都来了，我突然清醒了一下。Very good， 好吃。它慕斯好吃吗？好吃。有两种口味啊。巧克力酷酷的。我吃完那以后再吃什么？不过这个可以帮助我清醒一点。那苦苦的。它比较不像我们吃过的，不过它是 cream 的。不是我喜欢的提拉米苏，但它 不难吃，真的。你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个是很好吃？因为它的味道层次很丰富。你不是咖啡酒，它真的有做咖，它真的有放咖啡酒。要不是这样？有吃我不会，有吃到底部吗？因为可能我喝酒会没有感觉到。我吃完五个之后，我不觉得饱，原因是因为你吃了五个小时，所以你基本上边吃边消化。你要谈五个小时的话题，好累啊！我就问他，哎，孩子，我们这样子比较两个小时的话题，很好。你觉得这价钱值得吗？我还不知道价钱。我那时候觉得应该600块美金，无所谓，你老辈钱万万。你爸已经用了15年的时间在还钱。嘿、hey, ，Come on， 15年了，15年都比你们时间年纪还大，跟他一样大。我每年拿到钱就想办法钱还债，一直还清。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用钱买自己的生活。Nope， never。第一个想的就是不行，太贵，我要还钱。人生40才开始，我从4岁开始在享受这种生活。啊，你就卖笑。这3年在美国。我就很奇怪的变比较两幸运，因为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要不然就下雨，然后要不然就你幸运跟天气有关系，对。对，如果是早上下雨，如果我运气真好，就表示明天应该是太阳。有可能你心态改变了，你是啊，就是你心态如果觉得你很幸运，其实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幸运。下雨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凉，出太阳也行，因为出太阳天气就很好，风景很漂亮。Yes, thank you very much. He paid the bill. Thank you, sir. 我来揭晓一下，好便宜啊！真的假的？42，但是还要加一点小费，但是还是比你们想象的600美金便宜很多。没有，刚好440多，乘以1.75就是美金嘛。0.75，这一餐吃起来，虾子啊什么的，我们这餐吃起来嘛，如果做的那个300块钱，1.5美金，好便宜啊！对啊，很便宜啊，付清钱400块，我们今天是对的吗？我不知道，应该是我用的错。这个吗？哦哇！哦。难怪你刚刚说闻到马的味道是真的。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